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是来自河北邯郸教会和河南驻马店教会的姊妹。然后我们很荣幸、很激动，能够到正勤教会去参加几天的圣乐学习。我们也很高兴能够见到各位的各个地方的学习圣乐的各位弟兄姊妹。那我们也很激动，跟着我们台湾的老师就来到了秀山教会。那我们能够被这么优秀的老师教导，那见到这么多优秀的、很棒的唱诗班，那可以明白，原来赞美诗可以这么的好听，这么的有力量，这么的奇妙神奇。我们也会把这种感动传递回去，传递给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去来感受这种力量。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使我们的教会的唱诗班能够有一点一点的来进步。那会把在神恩典当中的这种赞美诗的力量去延续下去。我们唱的赞美诗是149首的《安息在主膀臂当中》，还有第228首的《遵命有福》。希望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态平稳下去，明白我们都是安息在神的膀臂当中的。阿门，谢谢。那个导播。
以前呢，我们可能只会用真声来表达我们的声音，现在我们会懂得说，哦，什么叫美声，什么叫合唱的声音，什么叫合唱成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最美的声音。所以呢，我们也很感谢我们老师们的亲情教导。刚才在台上没上来之前说，我们的成员就说你要像刘老师一样，把那种分享的精神说出来。所以呢，我刚才跟他们说，我说我准备了半个小时，你们要耐心的听我讲。啊，感谢主，秀山教会对我来说是一个福地，因为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在福州这边读书。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在没过来之前，在家里我妈妈就跟我说，你来到福州，你一定要去找当地的教会。所以呢，我一到福州的第一个星期呢，星期六的时候，我就来找我们福州的教会，因为当时的时候都在这个秀山聚会。所以我的学校因为距离这个秀山教会比较远，因为那时候我也才十几岁，所以到坐车过来的时候，一路上是坐了4个小时的车。我学校是在埃弗顿底下罗庄那边，其实真正的话头回只有2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那个时候太年轻不懂得怎么坐车，车上明明在查理公园，车上在对面，我在这个对面的这边停靠在这边，然后一直招手，车就是不停，那车长就在对面，所以他不停。所以后来一直问当时一个看门的一个叫老谢，我的记忆很有很深，他就跟我说，哎，车长就在对面，你在外面等他当然不停了。但是我虽然说走了4个小时的路程，我到这里还是很感恩，因为我到这边的第一刻，我心里一直在说我到家了，我到家了，是真的。所以说教会对我来说，特别是我们秀山，是我的第二个家。因为我当时在外面读书的时候，说在一个人在外面没有什么依靠，所以来到教会的一个感觉是，这个是我的家。我没有一点说感觉说这个很陌生，因为我到这边的话很高兴，心情非常的开心。好，所以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下午要唱两首诗歌，第一首是逐渐体会主慈爱。我想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是一个体会的一个过程。在小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仰，我们的神是我们爷爷奶奶的神，是我们爸爸妈妈的神。在长大之后呢，我想呢，我们的神要成为我们自己的神。因为小时候你可能会不懂事，但是通过我们的教会聚会以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联络在一起，我想这个教会会住宅在我们心中，这个神也会成为我们的神。所以呢，当我们体会到主慈爱之后呢，我们就唱第二首，我一生蒙救主引导。我想呢，都有主的恩典之后呢，我们还要求主耶稣的保守以及指引。使我们在奔跑这个天国的路程上面，使我们的信仰不会偏离左右。愿主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
Yeah.
乐，感谢主。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平安。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站在这边。我们是福州秀山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秀山诗班从2005年成立到现在，其中经历了从四声部到齐唱，然后再回到现在的三个声部。因为秀山教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教会，我们秀山诗班跟着秀山教会一样，一起经历了动荡，也一起经历了许多青年人的离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诗班其实是相当的薄弱。然后就我自己本人来说呢，就是我以前一直从小其实也是在教会里面，然后非常喜欢诗歌，那也一直参与到教会里面的诗颂这一份的事工。那在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因为以前都比较年轻嘛，然后都是用喉咙来歌唱，那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那当时就直到我生完小孩，我突然间发现我的体力跟以前不一样了。当我来到教堂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气息，甚至连说话都懒得说。然后祷告的时候，我们平常都会习惯的发出祷告，但是我那时候也非常的疲劳，然后就只是安安静静的祷告。那唱诗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我已经没有声音了，就是一个是疲劳的原因，一个就是我原先一直用喉咙在唱歌。所以那时候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我以前听你的声音很清亮，她说怎么最近听你的声音很沙哑。然后其实我自己内心知道，但是我也没有跟别人说，因为说了好像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其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还一直在带领着我们的诗班。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诗班已经就是说以前还会有外面的一个资源进来，但是慢慢的我们其实呢我们就是这个资源已经被切断了嘛。然后所以但是在我们我有点相信是在有点像圣经里面的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那种感觉，但是我们找不到出路，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有出路可以走。但是这时候非常感谢神，其实神他都知道，而且神他都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2015年刘老师他们来到了我们福州教会，来到了我们秀山这个偏僻的地方。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我们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机会。所以这让我从个人来说，就是我可以用这样子的身体来歌唱。那从我们秀山教会来讲，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其实可以说是从来没有唱过诗歌的，他现在可以站在唱诗录当中来歌唱。所以当第一年的圣乐营的时候，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在那边分享，我们就在路边分享，所有人都抱头痛哭。那其实我们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那我们这次献唱的这首诗歌是主恩典够我用，其实这句话其实蛮安慰我们的每个人的心。不管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而且我也知道说秀山教会一直在经历的一场又一场的试炼，那在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我们始终相信主的恩典够我用。我也知道在当中有弟兄姐妹现在他们正害怕着，有的时候正在遭遇疾病的困惑，但是请你相信主的恩典够你用。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在经历的熬炼，但是我们相信在熬炼当中必有大喜乐。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
我们有请我们秀山教会师班为我们带来的主恩典够我用。
虽然说是在黑暗当中，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有来自台湾的弟兄姐妹，也有来自韩江的，还有河南、邯郸、江苏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并不孤单。将这首诗歌分享给大家，赞美诗《主的应许》。Amen.
享的，也分享了我们秀山教会四方在这几年来所经过的历程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呢，我们从中所遭受的或者我所经历的那份的一个痛。然后我们这一组呢是一个我们四方里面一个小组，那我们的成员呢是在我们每次每周六所有的圣工都结束以后，所有的那个师班也结束以后，我们仍然留下来，就是继续练唱，继续学习。其实我们大家知道，我确实没有师从这方面的恩赐，那我想多学一点，也许我们能够为教会多做一点圣工。那我们这里面呢，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小组呢能够付出多少，其实我们付出很少。那教会呢给我们的帮助确实都非常的大，支持也非常的大。那我们的这个小组呢，那个成员呢是我们所有的一个在师众当中呢，我们很多的圣工也都在他们当中啊进行，我排除在外，因为我确实我做的很少。那他们不管是任何的一个圣工，师众方面他们都做的非常的多。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了两首的小组分享两首的赞美诗，一首呢是耶稣陪你行。这首呢，我知道我们就是这首是闽南歌，因为我知道呢，今天我们来的有很多是我们宝岛台湾的闽南歌呢，就是让你们找一找乡音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用这首耶稣陪你行。我们知道人生在世上呢，有许多的苦难。但是有耶稣陪我们行呢，我们一点都不孤单。所以我们请听第一首《耶稣陪你行》。Thank you.
么多的兄弟姐妹在这里共同来分享音乐上面的一个造就。那么这里呢有一首就是赐福于你，也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在主道上面都能够蒙神的大大的祝福，也求神祝福大家。下面我们请听赐福于你。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